大家早安，现在呢是美国的9点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呢住的是后面这一个天鹅的度假酒店，今天呢要来去期待已久的迪士尼城堡啦，耶、yeah, ！然后这一次库巴精心的选了他今天要穿的衣服，他选的是米奇的衣服。全部都一套，迪士尼也是冰雪奇缘。有没有很期待？终于可以去迪士尼城堡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饭店的左手边这边等公车。最感谢的呢是彼得爸，因为罗卡这次来美国的时候，他前几天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工作，然后我们就没有事先买了迪士尼门票，因为我还抓不到时间点哪一天要去。那我昨天的半夜呢就买了迪士尼的门票，买好之后他这边是要预约园区的才可以进去，有一些园区呢已经满了，彼得爸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加到他的 APP 里面的 Family， 然后呢就可以跟园区的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是一起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进去，这样子偷偷的跟大家教了一个小技巧。后来因为早上彼得爸他们7点多就已经出发了，那彼得爸呢就帮我们先去园区里面，然后询问柜台人员，柜台人员说可以，我们就赶紧收拾收拾出发来去迪士尼啦。 It's so easy to se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我们等了半小时终于有我们的车了，太棒了，坐上来了，其实还蛮空的，然后后面都还有空的座位。 You 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 要来去迪士尼啦，超幸福的小孩。 I've lost count of the times this have happened before。 Not that I'm keeping score。那个公车里面呢、啊，都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暖气吧，在这边都温温的。现在还没到园区，大家头上都已经戴好米奇的帽子了。有可能这几天呢、啊，大家也已经去了好多园区了，因为这里有4个园区，那你可以就是买一天票、两天票、三天票，然后价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买一天票，只要去一个园区而已。最近呢，美金涨比较高了，昨天的凌晨买票，我是在陆坑买的，那是比官网贵1000块，我是觉得还好，因为那时候我要买的时候官网就一直不让我刷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用卡一直显示异常，那我搞到12点多不行了不行了，算了，贵1000多就直接在陆客买了。然后他差不多隔了3个小时单就会给我收据，因为他一开始没有收据，我没有办法到官网去登记的园区，到了差不多3个小时之后给我的一个门票的收据，就有一个码就可以到迪士尼官网的地方去输入。输入的时候看到，哇，就是我们现在想去魔法的园区呢是没有位置的，所以我就没有选。然后之后就是拜托彼得爸帮我们想的这个办法，超棒的，超棒的，还是要感谢彼得爸才有办法机会进去这个，要不然我们原本想说就选其他的，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走走看看，然后不要那么的赶，就行程上会比较放松一点这样子。一天票可以玩所有的设施吗？对，但是里面应该人很多，因为现在是感恩节，然后他们都有休息，所以里面人应该很多，就晚上就会有烟火，在一个晚上去看到烟火。哇，好像我也记得电视里显示鞭炮烟火，很漂亮的。对，哇，那我不敢看。你遮住耳朵就好啦。到了，到了，看起来应该是快到了。哇，这里的公车都涂好涂满哎！哇，你看这个刚才有魔法的米奇米妮。我们下巴士啦，然后前面呢有一个安检区，我们要进去安检区，然后再到柜台拿我们的护照去问我们的门票。现在才9点40分哦，它这边是9点开始营业，这里看起来没什么人哎，大家应该都已经疯狂跑进去了，只有我们这个不急不徐的人才在这边漫步的进去园区。结果爸爸被叫到旁边安检了，长得太高大有危险性了。被检查背包哦，上面有这个捷运吗？谁叫你长那么高大有危险性？如果我没有关系吧。看起来有我就没事，你就有事。不是你女生啊，我男生啊，是这样吗？而且我包包比较大啊。 Just like I'm supposed to doI'm yours, you're mine。 哇，酷吧，在看地图。刚从这里走到这里中间就是城堡。好，走，那我们来去城堡吧。然后我们选择的是要搭船，酷吧是要搭船，所以我们要选择搭船，也有可以搭车子的。看到了，城堡在这一面。哇，酷巴都没有搭过船呢，这一次要来搭船了。虽然只是搭到对岸，搭船而已啊。但不一样啊，那种跟这种应该比较不一样，会不会？我们看到这个水手帽，就会想到周杰伦的歌哎。
们是坐这一班，因为那一班满了。这一班没有了，我们可以选位置。出发了！哇，要准备出发了，它还会有一个鸣笛哦，有感受到震撼了。要到了，要到了，可是我看到这个路口的人潮好像有点多哎，快要靠岸了，快要靠岸了，即将靠岸。然后这里呢是拿我们的门票，然后去 B， 然后等一下用食指去感应，变绿色就可以了。B， 然后食指，变绿色哦，棒棒的。B 站居然是库巴的交通工具，个人15块，个人的是31块。好 ，Go Go Go。一进来就结账了，爸爸买给我的背包，感谢罗卡大大。我们进来这个 mall， 整间大部分都比较多圣诞节的，整个氛围都超浓厚。哇，库巴买一个《冰雪奇缘》的魔法棒，好帅哦！它会震动吗？会，会哦，很帅。这一支700-800块，来到这没有买爆米花筒，居然买了这个。这晚上应该会很漂亮。然后我的新背包耶！ Yeah， 这次来美国买了好多背包。有啊，有啊。那一天去 Outlet 买了一个 Puma 的背包，然后现在又买了一个这个背包。可以啦，这样子总共4800多而已。哇，遇到阿姨塞，他在唱歌，库巴超喜欢他的。还有雪宝哎，他在上面跳舞。可惜哦，我好像太矮了。哇！买了这个魔法的50周年吧，我觉得还蛮漂亮，但是它单价不便宜。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真的是，我们找到位置超幸运的，一来就有空位。然后罗卡呢，现在去买我们的午餐。我们的午餐这一杯超大杯的 XL， 外国人在喝的，160。反正进来了都没有在看价钱的。这个热狗是还蛮好吃的，脆脆的。它的味道比较亚洲味，对，没有到那么死咸的。对。然后这个薯条也是比较酥。我要来加一点黄芥末。好，然后我们吃饱了，吃饱了要继续要来逛乐园了。前面呢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旋转木马，超级大的旋转木马。哇，库巴再起来了，直接跑掉，他去找哥哥，哥哥要不要去玩旋转木马？库巴要来拍旋转木马了，感觉要拍好多圈哦，人蛮多的。出发出发了。现在是下午3:15，然后呢，等一下的表演是3:30。现在呢，这里整个圆圈这样子哦，还有我后面，我后面其实都是很多人哦，超多人的，大家都在等表演哦，好期待的。米妮造型的，一颗11.99。
应该超甜吧，不敢吃，舍不得吃。那他们有这种很有名的那种苹果？超多图案的。哇，酷爸看到爆米花受不了了。啊？彩色的。彩色的，不好吧？爸爸买的巧克力，酷爸吃到满嘴都是，好吃吗？好吃啊，咸咸甜甜的巧克力。5:30的时间，然后呢，天气有一点点黄昏了，所以也有开电灯了，加上灯光，哇，整个更有气氛了。好期待晚上的烟火，好像说会更漂亮。现在晚餐时间，那我们要进去吃晚餐啦。今天的晚餐是披萨，看起来还蛮多座位的，所以还蛮放心的。我们的晚餐吗？对，我们的晚餐鸡块相对便宜的，薯条800多块，披萨、可乐，每一餐都是这样哦。哇，我们吃饱了，酷爸还没有起床。然后呢，这里我们要等烟火，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大家都在等8:30要放烟火，超多人，整个城堡都被人家围满了。超级多，大家都坐在地上聊天。搭船离开了迪士尼，拜拜。那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回饭店休息了。